今天我们这边连续下雪，已经下了一个星期了。今天刚刚出一点太阳，我们这边每家每户要派一个人上路面上去铲雪。今天呢，我也带着我家的铁锹上路上去铲雪，现在一会儿去铲，现在就去。哎呦，看我们这边路面上这种雪都这种。这边的雪你看下在路面上都是这种干的，我们这边还没有开始撒盐进行除雪，只有人工铲。这路面上如果不铲的话全部都变成冰了。